Thank you.
Bible.这个烧得很严重啊，刚出生的小生命哎，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。因为这个被烧死的狗狗它是物证，艾妈已经先把它掩埋，所以我必须请她把它挖出来。然后有九只在这里，这是两只仅存的小狗，活动力很差。然后黄色的这一只一直在转，因为它有烧到，它身上都是烧焦的味道。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。乖乖乖，应该是烧焦了啦。总共有九只，这两只是存活的哈。前面这一只黄的，它烧的比较严重，它身上都有焦味，有被烧伤，还有被烧到，鼻子也受伤。大量流失，所以医生要先帮他补充皮下，然后两个宝贝要先做喷雾治疗。